啦吼，啊，相信咱在座各位大家拢知影吼，咱屏东的霸王吼，会当讲伫咱台湾哦非常有名啦吼，嘛，即嘛请教你国外就对啦吼。咱说咱的屏东的霸王好食，就是讲哦，伊是用清蒸的，你看嘛，哦啊蒸起来每一粒的拢非常的咧弹 Q 啦吼，包括伊的哦霸王皮啦吼，伊的内底内馅啦吼，拢非常哦非常的迄个饱满就对啦吼。啊，你啊看，人咧讲迄个白啥？北部的，然后伊的肉丸，伊是用啥？用伊的啥？用炸的嘛吼，用炸的嘛吼。啊，咱南部呢是用清蒸的吼，啊，伫这个加这个蒸，这个浊水溪呢吼，啊，味改就对了吼。啊，所以咱讲哦，南蒸吼，啊，北炸的吼，所以这肉丸，咱屏东的肉丸呢，咱讲哦，是算咱讲历史非常的悠久啊，而且嘛非常的这个古早味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大家吼，拢伫在咱屏东有这个口福，会当食着咱屏东古早味的肉丸啦吼。啊，直接再一次呢哈，啊，代表咱那个曾世荣啦吼，啊，参加咱今仔这个霸王节啦吼，啊，咱霸王节，咱讲伫咱历史上啊，每一年锻炼之下呢，办了非常的成功，非常的盛大了，对啦吼。啊，大家今仔来，拢总有这个福气，会当来食着这个霸王啦吼。啊，而且再一次代表咱立委曾世荣，祝咱今仔来参加的人，拢会当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家庭幸福美满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啊，非常感谢吼，俺的曾立委的主任吼，那个庄主任吼，啊。庄立伟无闲时间来吼，即阵啊无闲吼啊，特别交代讲，爱叫吼因个主任已经啊来吼，甲只乡亲哦，地主讲一话吼，啊，即马安先哦，请安这边主办的理事长应该先来甲咱开头讲一话，来个拍波啊，欢迎咱的理事长谢理事长。朋友以及我们的我先对左边介绍啦，我们的屏东市大家长哈，周市长阿哥，我们的市民代表任竞选任代表阿哥，我们协会顾问哦，哎，也有我们协会的顾问方义祥方议员哈，阿哥。刚拄啊，咱的曾委员哈，迄个朱林哈，庄主任呐哈，阿哥，我们南区代表的曾文章曾主任，不是曾代表哦。今天晚上来哈。太慢啦，哥。不是，别介绍人哈，我做韩慢的啦哈。啊，非常感谢哈，大家人来参加这个霸王节。敢知影今年第几年？第六年。哦，大家拢知影，系第六年，但是歹势啦，无奖品啦，吼。啊，今年哈，咱的肉丸节除了推广我们的传统产业哈，屏东肉丸，我常常咧讲，屏东肉丸足好食啦 ，Q 哈，啊个气味阁好。阿哥真的搁较养生吼，吹啦，袂使讲真的啦。咱的肉丸吼，甲外县市的中北部的肉丸无同，伊是用煎的，啊，然后撑开，啊，然后用那个番茄酱啊、米酒放嘞。啊，咱的肉丸无同哦 ，Q 哦 ，Q 底底 Q 哦吼，咱吹出来。马上哈，淋寡豆油，小寡猪油哈，啊，一定啊烟水哦，安尼才有咱屏东人的气味哦。咱看安尼对唔对啊？嘿，屏东的肉丸吼，就是无同。啊，我相信哈，只要屏东人、屏东囡仔都捌食过肉丸，吼，咱大家拢食肉丸大汉的。好，像阮北漂的年轻人回来嘛是会去食肉丸，啊，像年长的哈，等伊去台北打拼回来嘛是食肉丸哈，所以肉丸代表我们屏东的特色了啦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传承下去啦。虽然说政府现在说一直文创，好，但是咱屏东人哈，毕竟是农业县呐哈，咱嘛是爱希望社乡镇啦，咱嘛足希望哈，咱的屏东商店会使阁发展起来啦，哈，啊无拢暗时啊，有当时啊做小日
无退好走安尼啦吼。啊，今年扩大举行哈，我真正要非常感谢庄瑞雄哈，庄委员大力的鼎力的甲我协办啦哈。今仔日较有法度吼办三工，啊，为什么办三工呢？就是因应这摊商哈的要求啦。侬讲理事长啊，啊，上山嘛一工，落海嘛一工。啊！你为什么唔爱予阮办三工呢？予阮赚较有钱，阮的囝佫足细汉的安尼啦吼。啊，我无法度，我得去拜托吼，赞助较悬的吼，委员啦吼，庄瑞雄庄委员啦吼，伊一声吼，得加答应啦吼。所以一只非常感谢主任，爱甲我转达的吼，转达迄个庄瑞雄委员，伊今仔赶场咧做选啦吼，所以无时间来啦，啊，无今仔主角是伊啦吼，啊。而且哈，除了咱吃饱完，咱该想到做爱心。咱的活动节目之后哈，两张发票换两颗肉圆呢哈。咱吃饱完，想说做爱心，啊，想说带动我们的商机哈，然后让我们的青年回乡创业哈，这嘛是袂歹，有三大意义哈。啊，而且唔免去搞的较久啊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部足精彩、足丰富的哈、哦。啊，祝福大家哈、哦，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啊，非常感谢哦，俺今日理事长给讲过一回啊哈，啊，俺有进步啦哈，哎，俺有那个鼓励啦哈，就第一届到即卖，俺有进步足久的哈，进步足长的哈，啊。公规唔免紧张，安个这当作是盖庆生的一个活动，快乐活动，不是盖庄严的那个演讲会哈、哦。所以大家心情放好轻松。来，接下安来请屏东区的哦大家长哦周市长来跟地主姐哦，做欢迎。今仔这肉丸节哈的代表性就是咱屏东区的哎产业哈、哦。谢谢，感谢咱的名嘴、名主持人哦，咱的宝哥啦，哈啊，咱谢理事长很牛啦，啊，我们今仔日哈，像咱幕后上大的推手啦，哈啊，咱的立法委员咱曾水荣曾委员哈，咱的好了庄主任，啊，咱方义祥方议员、任俊贤任代表，啊，咱在地咱曾文章曾代表，所有来参与着咱第六届。啊！所举办的冰冻肉丸节，来自咱各社区、各社团，咱所有好朋友，包括着今仔日啊，带咱的囡仔、带咱的士大来到咱县民公园来参与着咱肉丸节，咱所有的至亲好友，大家好，早，大家好。来，掌声鼓鼓的。谢谢哇，妈妈好热情，这个热舞团是从哪里了？我看到好养眼啊。是 U Space 的吗？不是哈，我们是南京舞教室。南京舞教室哦，很好。下次名片留一下，我明年后年这种市公所的活动还有机会可以参加。哦，安尼谈掉，无算谈掉啦哈。总是囡仔是咱的国家的栋梁哈，啊，咱办任何活动都爱给咱的囡仔，啊，我们家美女群弄一个舞台哈，会当来展示。啊，总是嘛爱照顾着咱地方所有的好朋友，所以讲有表演的机会，我一定会把握住吼，来抓住每一个可以让他们上台的机会哈。那我是市长周佳琪，也看到很多很多好朋友啊，特别是哈，近两天为咱们拜五拜四开始红咯，拜五拜到礼拜，整个台塘街好热闹，真的是。肉圆节，县民公园里面县政府又办了一个生活节，晚上干瓜一个盖嘴瓜唱哈，啊，我们还在个办一场咱啊平马哈，咱一个马拉松的比赛活动，所以讲这两天开始，整个台塘街因为有大家的莅临哈，变得好热闹、好丰富。当然就是讲办任何活动，主要是要来推动着咱地方的商业以外。那么爱帮助吼，咱只铜板美食，咱只爱摊贩啦吼。讲实在，恁足辛苦的，啊，逐工都爱找所在来摆夜市，啊，有一挂活动的机会，当然
真侪真侪吼，无论是咱的协会也好，啊，无论是咱的官员也好，啊，是恁家己的协会也好，拢希望讲，伫咱屏东市过去广东路夜市啊，到咱徐公夜市了已经无所在，已经收起来，是毋是日后咱市公所也是县政府会当对着咱的夜市生活？哎，但够丰富，好让咱回到二十年前、三十年前、四十年前，甚至好咱下一代、下两代，哎，但感受到讲，其实每一个各行各业有伊辛苦的所在，但是因为有恁夜市的文化，所以咱的生活当中加介丰富，啊，咱的生活嘛加介无同款，啊，阮嘛一直含咱的关键户，嘛拢真支持啦，吼。那马扎公其实管护，伊对着二楼一个夜市的文化吼，一个市集文化的推动，伊嘛是真认真真了咧，甲咱地方拍拼。啊，总是吼做一个工课推动一个政策，一定是有好有歹的啦吼。啊，但是咱家己嘛来评估着讲，若对咱地方好诶，咱就爱来甲支持鼓励。啊，若是感觉讲哎呀，咱做起来对咱有小可影响诶，我嘛真愿意听着大家人诶声音，嘛通过着吼咱大家互相沟通。啊，咱现场嘛真侪民意代表，不管是咱的议员也好，代表也好，我相信我拢把这个声音吼来传达到咱的县政府，但做一个良性的沟通。咱最主要就是讲，要让地方的产业当发展，嘛要照顾着咱市民、咱百姓的生活。相信讲这才是阮真正爱做的工课吼。啊，嘛相信讲，等下活动真多，啊嘛真侪民意代表嘛要甲大家致辞吼，啊来甲大家讲一个感谢，因为恁愿意甲恁新成的一票，然后正是予咱义祥议员、予咱的文章代表、包括咱俊贤代表，所以阮的用心为咱地方来拍拼，一同来创造咱幸福、平安、和谐的屏东市。最后，伫遮嘛，再一次来祝福着咱茂安者，咱三公的活动会当圆满成功。祝福咱在座咱五位所有好朋友身体健康、阖家平安。感谢大家，谢谢。非常感谢吼，安周市长吼，而且甲安地主吼，百忙之中咧，咱甲安地主吼，啊，阮咧非常的光荣啊哈，来谢谢哈。啊，下边吼，啊，阮请吼，迄个安方议员吼，来，哇，安地主姐吼，来。大破掌吗？哎，你爱打欢喜啊！放我轻松哦，放我轻松。哇，看到大家哈，非常欢喜。咱感谢哈，咱协会的总干事，咱的宝哥，我们协会的谢修之谢理事长，还有指导哈，是大力鼎力协助的。我们庄瑞雄委员的庄主任，任俊贤任代表。郑文章郑代表，我们屏东市的大家长周佳琪周市长，今天与会所有屏东市的市民好朋友，大家赞，大家好，谢谢啊，好多谢。先来办屏东百万节，以前这是第六年咧，那你定爱透过活动，予咱知影讲咱屏东的百万是偌好食，啊无通常吼，那你台湾拢讲着百万，拢讲着对，讲着中华百万。中华肉丸是用煮的，咱屏东的肉丸是用炊的，咱一定要透过活动让全台湾的人知道，咱屏东的肉丸是不输中华的，比中华的肉丸更好吃，你说对不对？对。是怎样透过活动呢？我可问大家啦吼，现在如果说到万丹，你想到什么？红豆。说到红豆啦吼，如果说到嘉兴，你想到什么？啊，若讲到台东咧，讲到是就着熟客啦吼。若讲到咱屏东市的归来咧，五宝。若讲到海丰咧，德顺。所以这一定是爱透过活动吼，大家才会知。我搁讲回来啦吼，讲到嘉兴，恁就想到蚵仔，嘉兴敢有遮侪蚵仔？嘉兴的蚵仔拢一堆个，高丘，但是高丘都要办蚵仔节，嘉兴有办蚵仔节，所以大家拢想讲嘉兴的蚵仔，无人讲到高丘的蚵仔。所以吼，咱真正足感谢我们协会的谢修之理事长吼，这两年来替屏东的百万在拍拼吼，而且咱今仔日的主办单位。谢理事长只是一个协会，民间的协会，伊唔是县政府咧，伊唔是市公所咧，伊唔是行政院来办的咧，所以哦，咱是不是借着咱的乡亲哦，甲咱的谢理事长再一次来感谢一下。好，谢谢哈、啊。
民间的协会吼，我都甲屏东的百万节办得有声有色吼，真正是不简单呐、啊，不简单。所以，咱每一年这个屏东百万节一直要延续，以后咱屏东市公所也好，管政府也好，要更多的资源帮屏东的百万。这个名声哦，拍得较好，和屏东的霸王，比全台湾来讲，绝对是首屈一指上好食。啊，伫遮，咱除了感谢咱谢秀芝理事长以外吼，嘛谢谢啦吼，我们所有的摊贩，所有的铜板厂，咱遮也是啦吼，咱屏东市哦，较早，阮在做囡仔的时阵会当坐夜市也是足快乐的吼，较早广东路的夜市有名无？公社路夜市也有名无？咱希望吼，咱屏东县政府、屏东市公所做良好的规划，让屏东有一个逐天咱拢会当去的夜市，安尼好唔好？那像台南市啦吼，台南市大家伫遐背，什么东东山山山，哦，拜一、拜二、拜二、拜二、拜三、拜四，来希望咱屏东市未来某一个夜市文化，哦，咱出外的囡仔回来，咱在地有一个夜市通好。第四，好啊！而且再次感谢我们谢秀芝理事长替咱屏东的霸王来拍拼，也谢谢有上殿堂的谢啦吼。办一个活动哦，因来规划半年啦，不是一天啦吼，但是活动因为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你看介简单。咱宝哥吼，甲谢理事长一点无闲半年啊，包括找场地啦。原本办完这里屏东公园，这道因要借屏东公园，因为遐下个礼拜五灯会，屏东公园的灯会要起灯了，所以不要借咱谢理事长办。没千禧公园办，哇，今年的登革热在千禧公园。又疫情非常严重，市公所嘛袂当借，敢若为着找所在要办百万节吼，伊头毛就白骨啦起啊！加载啦吼，我们庄瑞雄委员吼，鼎力的协助吼，协调台糖公司吼，这个地这个所在来借咱协会来办屏东百万节吼。再一次谢谢庄瑞雄委员，我们的跟我们协会的谢理事长，也祝今天的屏东霸王节吼能够圆满成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啊，非常感谢哈，啊，欢迎上哈。